魔网技术，哎，在比赛当中真的用了太多太多了。在单打里面放完网之后，然后对方回出，然后高水平的人会跳上去过去。那双打就是你发完球之后，对方戳一个你面前，也是跳上去把球抹过去。这个在羽毛球里面真的是运用的太多太多了。魔网的技术就是跟我们那个滑拍推球的技术的发力的原理是一样的，但就是呢，希望大家要养成一个压网的一个习惯，就是当你双打发球发完之后，或者你单打的时候戳完球之后，这个球在质量不错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长点心去准备压好你的网前。不光是你的心理、你的想法，还有你的球拍，这个球拍从哪里出去你就从哪里回来。用力跟滑拍也是一样的，也是拍子要立起来，稍微高于球网，抢高点，纯靠手指手腕用力，快速的逆时针的挥拍，食指用力去抹，